三半暝一场大雨，北港溪溪水达到三级警戒水位，尤其是后高段的后高桥，早起桥开水那真急，水也要满过桥墩，看起来是真危险。不过未少农民因为要赶去长垣关心作物状况，也是冒险行经这座便桥。今麦今会到会更会唔得会更关起来。啊，今麦目前安尼过刚安全。是会怕啦，阮无啥敢过。咱会怕，嘛惊叫转去，啊，头拄无遐悬的，即久呢才变遮悬。现在这种唔知危险，这桥唔知动了未动了就唔知啊。因为这座后口桥要到新港，咱最新三四公里的路程，大部分农民拢惊这座桥。啊，阮就隔壁庄尔，隔壁庄只只尔，无你去靠伊遐去种个啊。无白条路啊。无白条路。啊，往。不过北港溪后高段因为水道过弯，加上地势较低，和这座后高桥遭风太大，雨一来，桥边被溪水淹起，是真受伤，田埂边状也真无奈。叫嘛无法度呢，叫嘛无法度，这行个山个路内底吼，这个去大起来安尼啦，这后摆当然就去到路关嘞。规片拢无看水啊，拢无看深切啊，无看也拢无看，规片那像海安。风太天的时阵。面对这场雨水机，为了维护民众安全，北港乡公所表示，将对后高桥溪水满流做应变措施，随时注意溪水状况。因为溪水暴涨了后，便桥阁无护栏吼，民众若经过这条路吼，会当讲非常非常的危险。所以伫遮吼，要拜托所有的乡亲吼，会当这段时间吼，卖经过着吼这条便桥安尼，溪水若阁涨起来。哦，阮会考虑讲将这条边桥来甲先封掉安尼。也呼吁大家最近中昼过后上可能的路段，好请民众注意，卖行经提防，也是溪边路段，以免造成危险。记者李嘉山报道。